七股区的杨芳果和三百二三甲文化节十六号伫个七股区的龙会来登场。芳果好食，杨芳果一头早就吸引了济济民众来选买，经过冰鉴、品质保证，食起来甜蜜蜜的杨芳果。十六度。看到龙会杨芳果伫个农民的用心栽培下，不只是拍出好名声，而且佫卖到好价钱，赖市长是感觉真欢喜。伫个开幕典礼顶头是挡袂牢，赶紧先来试一下好滋味。哦，赞！那就比赞。啊，今仔日咧，我真欢喜来到七股哈，因为是头拄啊吼。啊！中南子送我的这个洋香瓜吼、哦，我挡袂牢，马上甲拍开摕起来食吼、哦。啊，食了了后，阮大家意见拢同款，只有一字啦，多一字大家知影毋知？赞啦吼！七股洋香瓜赞！哇，搁一摆，七股洋香瓜赞！哇哇，你确实有影赞的吼。哦这片台南的山边海角，赖市长讲，伊看到每一区的农民，因的打拼精神，尤其是所种出来的物件，拢真有特色。因此，市政府也拢用力的斗宣传。伊同时也建议七股农会要对上时代脚步，进一步把七股的特色、七股的水，用微电影甲宣传出去。我听你讲一句话，咱唔免惊讲，咱住伫山边，也是住伫海角，更加唔免惊讲路途遥远偏僻。咱行啥行无特色啊！啊，咱若有特色吼，好啊行销，哇！即摆全球化网络的时代，搁较远的人嘛会来到咱遮啦。啊，我即摆要建议大家，啊，咱七个区公所和咱农会遮大家合作，用微电影啊，用拍摄微电影来展现咱七个的水，大家有认同无？大家有认同无？哦，哦，即爱甲拍落去吼。所以咱的农产品，吼、哦，洋香瓜安怎种？吼、哦，最近你看人西港吼，啊，甲鲜花安定，这个乌麻油啊，哇，拍一个片实在足感动人。我甲放在我的 Facebook 看吼，拢用二十几万人去咧看。吼、哦，啊，我嘛甲上这个全国性的电视广告。吼、哦，啊，所以咱吼、哦、洋香瓜啊，三万鱼七股的夕阳海边，啊，甲拍一个。真水的片，啊！伫网络顶端安尼来放吼，哇！真济人就来到咱遮，我会叫观光局、农业局，吼、哦，啊！大家斗阵来斗下手，吼、哦。不止用咱地位杨芳果做宣传，赖市长看到现场像哪各色的同学，为着要去香港做交流，亲手做顶哪第二杯，这是予伊看甲真感动，马上就主动提起麦克，叫大家拢爱来交关。来，杨芳果三小班哈、哦，好，树林国小由校长带队了，他们想要贩卖那个手编的啊，这个皮带啊，准备要去香港哦，做这个学校的交流，校际交流，哇，安迪马达哎，让我们购买啊，成全我们的同学啊、哦，而且真不简单嘞，家己编，家己做。啊，家己募集资金，吼、哦，真正爱甲费用他，吼、哦。好几年了。啊，当由议员捐买呢，蔡秋兰议员捐买。啊，我也买这个。哦，好。啊，议员姐，买一卡放你的洋香瓜。啊，对对对。那洋香瓜不菜啦，真不菜。好啦。啊，我们来买一卡来。哎。好，来，那好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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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